发现讲边啊未来以前拢是一组一组的盐店，当我一透早来到这啊卡，看到的是一针一针的白龙丝。在我上晚离开这啊卡的时阵，看到的是天边的彩霞，佮加上甲咱地方的珍贵，好，咱的这珍贵，伊只咧排档的时阵，都互我思考讲，我除了办活动，拍迄、那个迄落影片，我可以当为这啊卡来做甚物代志？所以后来我决定，咱来为这样卡出册，因为只有透过文字的运动，佮文字的力量，才有法度予在地人诶，佮愈了解咱在地文化，才有法度吸引佮较侪人来做伙守护属于咱台湾300多年来诶盐文化。也因此，进基建设决定深耕北门，我们从教育做起。我们配合学校推动儿童爱心早餐，我们推动阅读计划，甚至带所有公司的团体人员一起去进入学校、进入校园，讲故事给所有的小朋友听。所以我们也参与了续传文化，我们协办世界最大的盐祭典昆生网平安盐祭，支持义正演义，守护200多年历史的金簪角瓦盘盐田。我们期望让这样的故事继续，文化永续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廖董事长。那请廖董事长，请。